无限新剧《拆局专家》播出的第一集中后段中，钱嘉乐和黄志文竟上演鸳鸯浴和忘情吻戏，场面十分香艳。《拆局专家》钱嘉乐黄志文剧中，忘情亲吻上演浴室激情，《拆局专家》钱嘉乐黄志文剧中，忘情亲吻上演浴室激情，《拆局专家》钱嘉乐黄志文剧中，忘情亲吻上演浴室激情。